最近很多客户都在找对标道康宁1-2577的产品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三防漆 HLD12577， 这是一款硅系三防漆产品。视频中操作的就是这款产品，在喷涂测试硅胶三防漆的耐温性、柔韧性、反修性都会比丙烯酸聚氨酯体系的要好很多。HLD12577 对 PCB 板的耐温冲击的性能有着很大的帮助，对 PCB 板的助汗剂残留具有一定的保护性，防止其干裂。这款胶水耐受霜85，大于1000小时，表干时间25摄氏度15分钟，操作时间长，防止喷头堵塞。颜色是透明的，需要这款三防漆的可以评论区留言。